我不知道到底是出小王还是出连队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我很难受，我还是连队吧，我直接托管连队，刘小王吧。我要小王让人管上就完了。感谢让我中一次，谢谢德厚，还有六秒钟，谢谢让我中一次，谢谢渣男才看直播，谢谢孙悟空蓝脸汉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恭喜球球了，让我中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这怎么又有一个老板又送了个飞机啊？快点，你们到底行不行？我们只需要听声音就可以了，其实。听到了吗？当了当了当。晚猴学的什么技能？学的抠啊！算了，别杀了，不好杀。这英雄秒不掉他，这就死不了。算了，下波再说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二级学 W， 呀，我 W 呢？哎，我没点 W 呀！我靠，这让我们很难受。哎，这怎么打着真实伤害的？死了，没学 W 太伤了呀！家了，我差点钱，主要是我差点钱买那个耀光。没想到吧，这把、啊、学了二级打二级 Q， 可能是一个伏笔。不过武器大师以前是主 Q 的，主 Q 他就比较灵活，你知道吗？被人赶上了，耗血了，这都比较灵活，就是打不过别人。呀，我为什么先出三项了？哎呀，应该先出破败的，先出破败。不出破败才是我没想到的。出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晕了，走。哎，好多小兵，打得我好痛。哎，拜拜，走位。下边他没打不了，他死，打不了，开 E， 叫上来，晕住死，别急啊。躲一下小兵的虚区，
回家。我们可以先出耀光，再出破败，这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斗鱼熏悟空1v5武器出装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但这是上个版本的了，别按这个出啊。这上个版本的，现在这个版本把那个巨九给它换成破败，把那蓝盾给它换成15，把那个振奋给它换成携手啊，这个样子。我自己调的吧，什么我自己调的？那 V game 让我整的。没想到吧？不过这都上个版本的，好久他都没更新了，他这个。办事一点也不认真，更新都不更新，我给他写过好多个，你知道吗？新版本我也给他写了。批评他，没想到吧？我能吸血，你能吗？他敢放 W 补这个车，他就死。他们也算上。没有闪了吧？严阵以待。还有谁？没有蓝，没有血了，不行了，得走了啊！这波骗他一波，哎，走，不行，他有大，他把我背着我就死。那万豪那个大招叫什么？叫什么名？叹为观止啊！叹为观止，什么乌鸦坐飞机？小心点，这里啊，这里可能有人。那庐山升龙霸，那不是魏的技能吗？本来我都破败了，整了个小耀光，也行吧。出招吧！看看对面蓝有没有什么打野，黄人。这黄人怎么不赶赶我呢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一下平 A， 两下平 A， 跳来重锤，开 E 晕住走了，这不行了。现在该我。他有点炎，知道吧？我们得吸点血。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技能，但是他一个点炎加上一个大招，加上一个平 A， 应该是能秒杀我。还是算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
我去中路找找这吸血鬼。宋兰小伙子，走，我们找找这吸血鬼，来减速，别用 E 啊！哎呀，我也没有 E。回上路。那皇者一看就是没跟我打过，你知道吧？觉得自己的虚区可以击杀得了我，不知道到底我是什么虚区。他看着我挺脆的。不要走他屁股后边，这样他会给我们抱进塔，有点不合适了。出招吧！无敌了，这塔一拆，游戏结束。仰卧起坐了，开始。我又回来了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哟，我应该，我应该是死了。哎呀，这吸血鬼的虚区有点高啊。哦，人家三杠零呢，一开始。原来如此。其实一开始他放 RR 放 E 的时候啊，我就想闪来着，不过我又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我感觉我挺幼的，你打不过这板猴啊，别去。记得这肯定得踢，这能不踢吗？下的指令还得踢，我踹他。好，意外收获。重锤，锤，锤，哟。惩戒我炮车是吧？一下两下跳过来锤，一下两下就重锤，闪现晕住，重锤锤锤锤重锤，套我虚弱，也又是你这小子，这回是白白了。还能秀他一波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嘻，拜拜，我掏死他。Nice 兄弟，哎，
为啥我破败王者之印吸了没助攻啊？凭啥呀？没伤害，怎么可能没伤害呢？他是有盾吗？有魔法护盾给我挡了是吗？破败是减速没伤害的，你拉倒吧，那不造成100点魔法伤害吗？金身了，你看啊，破败是瞬间伤害对吧？即使他金身了，我们无法摁到他，那说明我们吸不出来，我们吸出来了那就一定是有伤害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金身是无法选中的，还有他的 W 也是无法选中的，所以这是个 bug， 除非是他有个魔法盾给我伤害挡了，然后系统判定我没有伤害，没有伤害他就不给我助攻。回血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呀？飘逸不？打个红的，下路可没了啊！我又回来了。看看他们家皇子要上哪去。这也打不死啊，这怎么谁的点炎呢？这是啊，哎，要没这点炎就好了。buff 没了，黑切吗？不是黑切，不先杀芬女儿，你是没想到的。这个问题有待商榷。我们先打个红的。这是吸血鬼的点炎，给你吧，给我，我跳不了眼儿，我还不如不要呢，给你吧，我要这玩意儿没用。对面拿了一条龙，我们把上路给他拆了。队友打团，我们去拆上啊！吸血鬼已经杀漏了，注意点。没人，没人，我们就拆了。我操，这晚豪乱配技了，这不安是 double bow 了吗？他们杀人应该把技能都用了，把他们也
换上。你猜中最后一路。有的时间我是不是都跳过来了？都走过来了。还剩最后一路啊、哦！把中路一推，游戏结束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！不让推，不让推，算了。不让推，我们打蓝去。呀，挺疼啊，太夹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们的身上会有一个，就是那个血条，能理解不？昨天还没有呢，告诉你能加多少血，这也太傻瓜了吧，傻瓜模式啊，这是我用你给我计算呢，我自己不会算呢，侮辱谁呢，侮辱我，哎呦，走，耶，这怎么死的？哎呀，这吸血鬼呀，来点魔抗吧，出个振奋都。13-2的武器不反打，费点劲的。刚才我要用15，我就能反打。这不一样，你两件套，对面也两件套，你这没出三件套呢，那不一样的，没有装备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不出血手，这把整个振奋，我们血魔流啊。又有捡息地，我只要稍微出点这种装备，对面就打不动我了。那分女杀不了，把下路拆了都。吸血鬼也不知道要干嘛，狂啊吸血鬼，狂啊吸血鬼，锤锤重锤开一技能，哎呀这老分女，今天我必须把这分女杀了 ，QW 重锤开一。上来晕住两个锤，重锤开大招，点炎锤锤跳上来接重锤接走死亡，把塔拆了。来个什么呢？可以来个春哥，
快跑，往后抠他，哎呀，抠歪了，抠都能抠歪了，快跑，有没有意？跑不过他，他四百你三百六，哎，你为啥？你杀阿拉莎再打吧，那我多好，这不回血吗？别来这儿。小母牛决定什么？牛逼朝天呢？哪来个皇子？哪来个分女？就你们几个要杀我呀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？哎呀，这人是真多呀，兄弟呀！这家是不要了呀，我这一下，应该能打过吧？我们二打五都杀了三个，然后就剩俩人，应该没啥问题了。漂亮，中推。差点一条五，那个分女要是扫个闪，我估计能。我杀他杀慢了。也出不出来爪呀，而且他们有点炎，这吸血鬼怎么老有点炎呢？挺能送啊，把小龙打了嘞。他们也算上。还差500块钱血手，把龙打了吧，来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不好，不好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我们去收波线啊，收波线，收波线。收不下这波，看看能不能一打五来一波。好，拿下。严阵以待。少了点护甲，现在。我们最好是先把对面女警杀了，然后再去杀其他人，来一波尝试一下。致命点烟，这已经没用了，兄弟。他们家这蛤蟆能不能把基地拆了？哎呀！你怎么的呢？我们就玩一会儿的。等他们人都复活了，我们再把它一拆，对不对？给小花猫。